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，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。2014年到的中国，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。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，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。我的英文名字叫 Terry Crossman。我是美国人，我在纽约出生，我来北京已经有27年。95年来北京的时候，我是做这个猎头行业的高级人才咨询。我现在在北京退休了，退休的生活挺有意思的，我也是当一个志愿者，这个也是很巧，没想到了，然后就是意外的，我跑去合作市场那边。跟那个岗亭里面的志愿者都是很友好的，那些志愿者说觉得我的个性是非常适合给游客指路啊，给游客铺路。哎，老板，你知道啊？17号对了。17号。对。是往那边走。聚会在哪？聚会就是在前面左边。我很喜欢做特别的人，那边有外国人穿这个红手表的红马褂的，那是比较难的。其实我穿这些，我的眼光就改变了，我就比较注意路上的不安全的事啊，是真正的真心的为人民服务吧。2011年就搬进去胡同的生活嘛。我很喜欢老北京的建筑，喜欢我的胡同生活，好像你走在这儿，你走在历史里面的。现在的胡同生活比以前好100倍的，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厕所，不用冬天跑去公用厕所了。电方面的、暖气方面的都好很多了。6、7、8、9、10，这一共有10户。对，这个都是新装上去的这些，对，可是他们是给我们老人家休息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现在在二环之内的老四合院越来越普遍的装修的很漂亮。在北京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破破烂烂的胡同，可是越来越少，政府很喜欢把他们弄漂亮的。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，原来的乱七八糟不好看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变成很漂亮的。退休生活了，那其实我是跟其他的老人家也差不多了吧，差不多6、7年前搬去什刹海，特别喜欢这边，我很喜欢梨花吧。丝瓜、南瓜，我都种了。我很爱摄影啊，早上会出来了，会拍一些特别的野鸟，还有新开的花。这个也是我北京最喜欢的一方面。我觉得北京绿化做得特别好，北京生活非常方便，外卖好方便，好方便。我可以吃各种有兴趣的菜，我很喜欢老北京。北京是我家。